准备风大得很啊！子，拉车。火车司机的老婆，你跟车出来就是帮忙的。遇上事情，你必须得独当一面，你得干。 那个就是装货嘛，在他这边拿起货单，上库房，再到库房里面再去办票，再去装货。今天还好不下雨。我办那个，我拿到我们搬货的那个卡，翻车。呀啊，没货款啊？没货款？不会吧？ At 3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Miao Huiling arrives at a factory to pick up a shipment of 32 tons of fertilizer. 麻烦你再查一下。好的，好的。三十太多，三十太多，多少的三十多？ Miao Huiling often shares freight information with other drivers. Indeed, she's trusted by many truck drivers working the freight line between Gansu and Sichuan. 对，我们装的就是这个货，这个要绝对要防雨，见水就化了这个东西，你看，一见水就化了，百分之百要化掉，地上用的肥料，这个坚决不能见水，一定要把防雨措施给它搞好了才能行。我们装32吨。 By the time they've finished loading, it's 8 o'clock in the evening. In China, there are millions of women who accompany their husbands on their long-distance delivery work. They're nicknamed Mrs. Trucker. Only a few persist for 16 years, as Miao Huiling has done. 第一趟车走的拉萨，一回下雨，一回下雪，一回冰雹。那一次拉萨上去那个路自下面，冲下去4辆5辆车，我不敢看，也不敢下车。那一夜特别黑，我觉得这个太苦了。要是有个人做个伴，说说话哦。下来之后回家，哎，不行，我要跟车。他一个人我不放心。那是我的副光电妹的号，把我副光电盘了，就跟着他在跑车。 把车开得怕开弄掉了呀！再坚持坚持，再坚持坚持了。外面是黄潮湿，就不是，就像这样，要是来了水呢，湿一下。 有热水的地方呢，稍微湿一下；没热水的地方就只好不湿。以前的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也很爱美。走在成都有一次，我宽了条裙子，我们一起的人他问我，他说：“哎，今天还像个女人？你还知道你是个女人吗？你的意思我是个男人吗？”他肯定就是到委屈了呀。
挨饿的时候不说，有时候下雪的天气下来还要刮风刮脸，不小心还摔一跤，摔跤了起来还没有时间喊疼。不是男人也跟男人差不多了，我感觉跟上一天车哦，特别累的时候，你要是瞌睡睡不完，第二天头疼的不得了，受不了感觉。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her husband, Miao Huiling not only takes care of necessary chores, but also calls and schedules future deliveries. 好的，装货就在火车站哦。哦。 To begin with, Yang Xingcheng was not used to the job, and the couple lacked good customer contacts. Making progress took a lot of work. 刚开始又认识一个我们高台的卡嫂，他说你自己去找货，我说不敢，嫂子。他说小苗，别怕，你又不干坏事，你怕啥？我陪你走。 慢慢我就习惯了，再不怕。陌生人的跟前虽然会说话，但是没有那么流畅。现在不了，跟人家不好意思讲话，那你这个货就别拉了。人都是逼出来的。Slowly, the couple have grown their business. As they've got to know many more cargo providers in Urumqi, Jiangye, and Chengdu, they've also made many friends. 那好好干哦，一天认真干来出行。小康应该是7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车了。哦，行了。你爸爸这叫呢？这叫这个路不动开车的了。啥看不见？啥看不见？你把灯给开开呢，看看嘛。为啥这样看见这？看还就这么个人啊？ 他能变成个啥人呢？再看一下还是个你们爸爸，他能变成个你们妈妈是？Being both a Mrs. Trucker and a mother, Miao Huiling must juggle her duties. 有一次我到高速空了，小康不信，他们都有妈妈，就我没有妈妈。你别去了，行不行，妈妈？我说行。晚上他车子的时候，说妈妈你走吧，走哪儿？ 我的小康最爱吃我做的搓鱼丝。我在家的时候也做。我的小康多一半是我跟我嫂子管出来的，上学。我几乎没管过。上学的时候，我就跟在车上了，也就车上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下去管几天。我小康上了这5年大学，2年研究生了，这7年，3期21万。 这些钱全都就我从这个车里面跑出来的。我让他考研，我一直让他考研。现在都还是想让他再上。现在我都还想让他再读出来之后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他要能考上，让他读博。下来喽！安全把人家货送到了，一下轻松，高兴了。
Through hard work, the couple paid off the loan for their truck and in 2011 bought an apartment in their hometown. Though still constantly on the road, they now have a place to call home.我不想跟车了，我下去你一个人跑吧。我说好吧，那你下去，家里面待一段时间我一个人跑。我车开走了，一下午或者一晚上时间，他老在那里不停打电话，到哪里了？你瞌睡了就睡一下，别撑着，吃饭了没有？他，因为每天待在一起，有的时候也会厌倦，也会厌倦，也会吵架。但是你要是离开两天两三天，但是又会想在一起。 现在这个收入年了，好像一直跟着呢。哼，跟着特别时间长了，他这个。不论是在家的留守卡嫂，还是到外面跟车的跟车卡嫂，都不容易。男人干的活你也要干，女人干的活你也要干，而且孩子老人你都得照顾上。400块钱，400块钱一点，这个能不能高一些？那不可能，在酒泉张掖都300吧？哥，四分车我也。我咋那就车子？10块钱咋吃？没穿流沙。没个时间限制，反正闲了，感觉吃饭嘛就做，都被车上的生活打算玫瑰了。明天去张掖去找袁聪，拿到成都去。 After a day of resting at home, the couple hits the road again. A truckload of onions weighing 32 tons must reach the market of Chengdu in 2 days. Thanks to the many Mrs. Truckers like Miao Huiling, the work of truck drivers is less arduous. They bring warmth and companionship to an otherwise lonely job.杨口子，你本来就是一条绳的蚂蚱，他干啥你干啥，我们自行合理的事情干活就行。还有个想法，我跟老杨早就说过了，我说等我们有一天不开车了，我们买个房车，反正我也有驾照，我们两个都会开，出去流浪一圈。今天我们祖国的路，我们走一遍。他说：“嗯，好，想法好。”